我昨天究竟做了什么啊？铁头哥哥的电话，糟了糟了！昨天早上我在刷手机。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首先必须抓住他的胃。要是可以这样的话，子爵的美食作战计划开始。只是卖相难看，说不定味道还不错。进。是谁？子爵。铁头哥哥，你之前说想要尝尝我的手艺，今天我就满足你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必须全部吃下去，一点也不能浪费哟。不，我不要吃。啊！铁头哥哥，你还好吗？身体有没有不舒服？进医院了吗？我没事。子爵，对了，你昨天那副装扮还挺不错的。